今年哦，39真有来台南吹39个喇叭。你看不懂中文对不对？今年入围的团队将会通过大会抽签，指定影片类型，譬如音乐片、侦探片、鬼片、爱情片、西部牛仔片。获得金台南奖的影片可以获得新台币30,000元的奖金，并且受邀参加柏林国际短片影展，将获得2张台湾柏林的来回机票。你们慢慢来，我们4月份再见。李安，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很棒的电影的构想。